这是美的，鸡，这是鸡，啊，我不多说了。你装什么逼？辛巴，有钱我搞不了。还有那说我们客服不好，说是，客服说你不是为了我，你还我去趟。你从什么店铺买的，就去什么店铺找客服。来我们三间客服这里退货。小杨直播间有很多商品，都是不同的店铺，懂吗？从哪儿买的全力找，找什么都在三里洋这里蹭热度，是你们能蹭得起啊！所有人给我通知房屋，谁蹭咱家客服热度，直接告诉他倾家破产。小杨他俩走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想让谁火谁就能火，懂吗？我认识的主播多了去了，我捧谁不是捧。你给我提张一鸣不好使，知道吗？不好使。我们喝酒也是不好使，他是个啥？没有三人羊，谁鸡巴来抖音买货？懂不懂这个道理？就你他妈的逼样，还给我们公司起哄，他妈的！就你他妈的逼样，我嘴硬，假货主播哪家强？安徽合肥三人羊，这句话是你说的？他妈的，我喝多了咋地？照样。卢总，你先去休息吧，你喝多了，你们俩送卢总去休息。你们那些屌丝快手来的，屌丝快手用户都是屌丝，我能吵。刘总，你喝高了，别说，房间有监听器。不行，我必须说，我能操上卓志林，谁能操卓志林？我能，一群快手屌丝新骂粉丝都是屌丝就会黑咱们三只羊。别说卓志林，谢老板哥，谢老板跳我脚脱我筋的时候，这群屌丝还在快手看擦边视频呢，都是屌丝快人，屌丝年轻屌丝，哪个主播三只羊呢？哪个主播没跟我睡过觉？